大家好，我是曹夏素。明白了吗，各位？所以天下神器啊，不可谓也，你明白吗？天下神器你是不能谓的呀。天下呢是这样，是这样一个神器，你不能谓。他是这么讲，他天下是一个神圣的东西，是吧？你不能谓，为什么？他这师出有名的，是谁得到那个天下是有原因的呀？因为以前最早的时候是慢慢传，慢慢传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传的。你凭啥子你去拿嘛？比如说爱新觉罗在那边当的挺好的，你那个袁世凯去的时候那个就不行，对吧？那个大家心里不爽，你这无缘无故的，你说把他打败了还好，你又没打败，你最后说你来干这个事情，他就不行，老百姓不接受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说了另外一个，以前说过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中国文化，就是比如说西方那些文化，在中国为什么待不下去，为什么不行？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文化优秀或者不优秀的问题，而是中国人民接受不了，对吧？但是后来美国人比较聪明，他就想方设法的慢慢忽悠，慢慢的渗透，是吧？慢慢渗透，所以把中国老百姓很多人都忽悠进去了嘛，忽悠进去了，America stand 是吧？按照美国的方式去干，对吧？按照美国方式去干，其实他是在慢慢的腐蚀你，慢慢腐蚀你，最终把你给干下去。但是呢，没问题，知道吧？因为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强度呢，是远远超越他们的。最终他们会你这样的，然后他反过来把它包进去了，知道吧？反过来包进去，我们在这坐等那些我们很多人移民到美国去的那些人，美国人后来一定会尊他们为老大的，绝对的。我们的繁殖能力又很强，然后老外他不生孩子，慢慢生嘛，就这些人慢慢生不了几代，你干不过我们。但是中国人基因不知道行不行，对吧？所以天下神器不是你想拿到就能拿到的，你要师出有名，知道？你要师出有名，否则老百姓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你肯定要失败，这个是有道理的吧？完全有道理吧？这不是说宿命论吧？不可执也，就你不要玩命的去拿，你玩命的去拿，你也拿不到。他这个上面我就知道他翻译的就有问题。他说这个执是拿在手上不可掌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说你不要执意去，你不要执意去勉为其难，对吧？你要是这样勉为其难呢，你一定会失败的，知道吧？一定会失败的。所以呢，你不要为了这个目标去做，你就不会去失败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要为了取得天下去取得天下去做这个事情。懂得吗？不是叫你不去拿天下，你想取天下是可以的，你想取任何一个东西，取美女也可以，取钱也可以，都可以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不能为了这个目标而去，仅仅为了这个目标而去做这个事情，然后你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好，师出有名，是大家都认为你应该的，最终呢，就是黄袍加身。该你当皇上了，对不起啊！就我实在是不想当这皇上，这个就像那个黎元洪说的，谋害我是吧？谋害我，你不要让我。但是他真的是不想当，因为他黎元洪还是有点文化。黎元洪跟我也是多多少少也是老乡啊。其实我们当年我们老乡是很牛的，对吧？安庆的，但黎元洪不是安庆人，但是他安庆待过，他在安庆那边生活过、学习过，也是这样子啊，应该也是安庆的搬过去的，还是怎么回事？黎元洪。好像是，然后跟安庆、湖北那一带吧，哦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为了这个目标，他没有说叫你不去取得天下，而是说你不要为了这个目标，仅仅为了这个目标去做。然后呢，当你做了很多事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如果你成功了的话，对吧？你也不是说因为你为了这个目标成功了，那是因为你为了天下，黎民百姓。大家都是认为是这样子，所以拥戴你当老大，所以最后你拿到了，是这样一个道理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失败了的话，那也是也不算你就是那样就是欲望失败了，你还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去做这个事情的。但是总归就是说，只要说能做得更好一点，是不是？为老百姓就是争取的更多的福祉的时候，可能会更好一点，但是也不至于彻底去失败了，或者什么样子，或者说是讲，哎呀，我就是想当官，结果他妈就想当天下的老大，结果没当成，哎，就是反正其他都不重要了，对吧？既然就跟李白一样的，离我去者，今日之日不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这个多烦忧。所以长风万里送青烟，对此可以酣高楼。来，整一杯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，我就想当官，你什么都给我什么东西都不要，知道吧？你这样就不行，你应该把目标。到底是什么的目标？你把那些小目标把它确定好，然后把那个大目标放到那个水池子里面，就水到渠成了。
所以，对吧？或行或随，这是虚嘛？或虚或吹，这是虚，就什么？就这个词，或虚或吹，或强或雷，是吧？或载或恢，是以圣人去圣，去奢，去泰。这世界万物啊，它都是有可能是在前面的，也是在后面的，是吧？就是两个相随这样子啊，也就是。有进有出，是不是嘛？哦，有强有弱，有生存的，有即将消失的，这些情况都有。然后呢，你要根据这些东西呢来判断。比如说，比如说你要想得到天下的话，你把天下老百姓都这个服侍得好好的，老百姓都说都觉得你应该当老大的话，那你不就是这不就是或行或随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把这个事情做到之后，老百姓你把老百姓都服务好了之后，老大自然而然就来了。你明白了吗？就是或虚或吹，是不是嘛？有的是比较缓慢的，或吹是不是嘛？你有的时候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你是该虚的虚，该吹的吹，是吧？你该小声的时候就小声，对吧？该大声的时候就大声，这样子。你不要觉得就是用一个方式就能解决问题，是吧？有强有弱，那如果你强的时候，你不能去干这个事情，你干不过人家，对吧？如果别人还是很强的时候，正当年的时候，你这个打他干嘛呢？你要先慢慢忍着。动物世界都知道，老猴子还在的时候，那个小猴子嘛，去打他看看情况不对，算了吧。让了他是不是嘛？过几年之后，有的猴子晃几年之后一晃又回来了，看看老猴子不行了，上去把他搞一顿，扫荡之后，哎，他当老大，所有的母猴子全部带走，是不是嘛？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所以或载或恢，他有的时候，我现在这一切都很好的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嘛，是不是？现在他都承载得很好，在这个地方没问题，是吧？没有问题，你现在呢？你要去干他，人家活得挺好的，大家这边这夫妻关系好得很，你这个第三者插足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人家还有后悔，人那边正在不行了，已经出问题了，是吧？那边的这个已经打起来了，吵起来，你过去，哎，你算了，你还是跟我吧，那你就把人家老婆给忽悠走了。但是你要当心，人家也肯定要揍你，知道吧？人家肯定要揍你。所以呢，圣人去圣，去奢，去泰。这里泰正常理解的话，否极泰来嘛，是不是？泰肯定是好，泰安嘛，是不是？泰山嘛，泰呢稳嘛，就是安然的嘛，是不是嘛？就是好的，所以国泰民安嘛，国泰国家稳，是吧？国家稳，去盛去奢没有问题，是不是？去盛去奢就是极端思维，就是我他妈就要这个东西，我就买这台手机。你现在实在是买不起，你买，我借钱就买，没必要，对吧？你买个普通的就行了，对吧？你能掏得起这个钱的，知道吧？你不要买那么好的，因为你承担不起，对吧？就算是钱不贵，你也是承担不起。你看你还要这个什么办那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叫贷款是吧？你还办那个贷款？你要那么作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你要作干什么呢？你不要这样子的，而且呢。你也要去泰，知道吧？这个去泰，我的理解呢是说，他的理解是过渡。如果理解为过渡的话，就是那个泰，就是那个推，知道吧？就是那个太阳的泰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说他是这个泰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道理在里面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呢，它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样子的也不是。国泰民安就是这样子的，老百姓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如果一定认为这个就是国泰民安，那这个就错了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之前在这里面讲过，应该是第二章，就是不尚贤使民不争，是吧？不贵什么？不贵什么之物，难得之货，使民不盗，是吧？使民不盗，就是你不尚贤，同样的你不尚泰，你不要去追求那个，我们一定要那么做，我们就国泰民安了。你这样子其实也很郁闷，所以呢，你就是把你要做的那个事情做好就行了。最终那个状态就是这个状态，你只要把那事情做好，这个状态就是这个状态，而它不一定就是一定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所想的那样子的。国泰民安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夏桀商汤也好，还是这个周文王还是夏桀也好，这个商纣也好，这个都不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嘛？哦，这个是说这个
一切都是很自然，前提就是把那个事情做掉，把那个事情做好。所以呢，这里面给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，在这个里面啊，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比较多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，瞬间忘了，瞬间忘了，忘了就算了，忘了就算了，瞬间忘了。做事情啊，说过了，水到渠成，不要强求，知道吧？不要太强求，不是你的就不要再勉强，是吧？再见。如果能听到最后的话，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。谢谢你，我是先锋超哥曹亚宋，这里是在四川的一个大山里面，很大很大的山里面，在藏区，在这里祝你们过得开心。但是呢，不上开心是吧？该怎么过就怎么过，对吧？再见。